近日有媒体称，张翰曾经因为一部戏得罪过吴京，那个时候吴京的战狼打算邀请张翰来一起参与演出，因为角色的需求，吴京要求张翰对坦克做一定的了解，所以特意想让张翰去学一点。没想到张翰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直接以自己太忙为借口，把吴京让他演的戏给推掉了。事后吴京一怒之下就直接找来了彭于晏来代替。不过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，很快张翰在娱乐圈不敬业的名声就落了下来。对此张翰一次在微博做出回应，发文表示，谣言止于智者，但与己无关的事智者太少，我仍然选择相信时间可以明晰一切，真正的强者，出色的戏剧是不需要低级恶意的炒作来博取关注。人在成长，曾经懒得解释，现在同样懒得解释，但我会请律师让造谣的人解释解释。祝大家周三愉快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